强哥，漱漱口。我还要睡觉。让我睡觉。总算扶过来。别管我，谁想管你？别管我！要不是放着老板这个样子，不管说不过去，我也不想管。胳膊腿是真没劲儿啊，不然酒后耍流氓就能更成功一些。小李子在哪儿呢？在房间里。什么事儿？我睡饱了，你来。好。哦，来得这么快。很好，够劲爆，够性感。小李子，你到了。林云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让你来，你带小赵干嘛？我以为你醒了就是要回去了。小赵啊，你先回房，记得把门带上。好的。你还说回去？你看看我，这些衣服还能穿吗？我裸奔回去，你去给我买身衣服。就算让你裸奔回去，待会儿跟我一起去，都不带脸红的。啊，对了，你知道我的 size 吗？能估计出来。他笑了，那赶紧去吧，迟了可就赶不上老爷子家的晚饭了。老李头的孙子都长这么大了，你小时候我还见过你呢，叫什么来着？我叫李玉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记起来了，你爷爷吧，给你取个女孩的名字，被我们笑话，他呢？还能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，哎呀！好了好了，别一直站在门口了，进来吧。晚上杀只鸡炖上，你俩就去后边湖里钓钓鱼，赏赏景。好啊，船准备了没有？知道你们要来，早就备好了。给你们两个小时吧，要是钓上来的鱼没有四斤重，今晚呢就你俩刷碗，怎么样？爷爷，你也太小看我们了，等着吧你。之前每次来都要开船去钓鱼，懒洋洋度过一个下午，别提多享受。现在还带着养眼的李美人，想想就开心。啊，天气真好啊！喂，鱼咬钩了，睡着了，你也不会看着的，绝对是头大。强哥，我来帮你。个头果然不小，够下饭了。这下不用我们刷碗了。这个恐怕没四斤吧，要不再钓两条。船舱里有我的运动服。在哪呢？我去换一下。我去给你找。啊，给你。小李子。你会游泳吗？简哥，天这么热，要不下去游两圈？不用。你这十八九岁的年纪就不能活泼一点吗？给换吧。小李子，你身材真好，怎么练的？这肌肉真漂亮。我运动。偶尔运动几次练得成这样吗？还是你去健身房啊？我是国家二级运动员。哦，你练什么的？田径、篮球。领子没整好，我给你整整。不知道吗？简家大少爷好难色呀，我都
流得很。